看，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他们目标一定是我，完蛋了，我的村民，我，嗯，哎、欸，怎么还有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边，我是狂死的，对，我有点感冒，还有如同大家前面所见的画面，没错，我被灭村了，不过还好是啦，就是我在那之前我有备份档案，所以这是我比较庆幸的，因为如果我没有，就是没有备份的话，我基本上我这个生存系列我就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好啊，总之就是这样子啊。等一下我再跟你们介绍我在私底下做了哪些东西。你们如果想要我再去攻打那个哨站，就是去打坏村民的话，我想等到我真的强一点再说吧。以现在我来说，我想我下集来去繁殖一下我村民好了。我这集我基本上想要先改善一下我的村子，就是先让他们繁殖一下，然后让他们有多几种职业，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职业都是同样的，都只有一种。对，这集的任务就是做出附魔台，跟把我的武器给附魔。对，就这样。看，我不知道附魔台怎么做，我去看一下 MyQuickWiki。哎，那材料其实蛮简单的，它只需要那个四个黑曜石、一本书跟两个钻石。他们需要先有那个堆肥箱，哎、欸，有农民才会工作。都要堆肥箱，哦，这里。哇，路易吉！哇，路易！哇 ！Nope。
有，新的村庄，我找到了，有绿宝石，有绿宝石，有绿宝石，有绿。不对啊，我不是要找洞窟，然后再去找黑曜石啊，我怎么变成在找这些了？Nice. 我这样是不是很坏啊？他们有盔甲架。树。完蛋了，我真的迷失方向了。我只好要先啊，等等。不是，我真的迷路了啦。这里吗？我刚刚是从这边来的吗？哦，是啊，大标记又来了。They ask you how you are,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're fine. 我现在终于可以放纵，我的村民终于不用再乱跑了。你看，多这些吼，他没有职业，就那边乱跑不好。他们有回去了吗？以为他们会回去。Yes。我要去好像第一集还第二集找到那个洞窟 ，Emerald， 应该说往下挖那个洞窟，因为我记得那这边有很多哦。好，总之现在我的钻石剑有不死克星附魔，跟我的效率。应该说我的钻石镐有效率效果。好，那我今天实况就在这里啦。没错，你们就如果有什么想要我做的事，就在下面留言。不要真的只留任务哦，你们每一个那边啊任务那么然后什么都不说，然后请按赞，然后也订阅，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看看他们要不要订阅，然后再看，然后再叫他们分享，然后他们再分享，之后呢他的朋友再分享，所以我就可以发到。然后没错，那今天实况就这里啦，拜拜。我希望我生命可以赶快好起来。Nice.